Hello， 早晨啊，各位法师宝宝，早晨啊，各位食早餐未呢？早安，何太 BB， 何太早晨又准备等睇你开直播之前，你加油，多谢晒各位宝宝嘅支持啊！想念你，早晨啊，何生何太，早晨，何太早晨。何太早上好，舒利亚早上好，各位宝宝早上都好哈。何太你好，你好啊，早晨啊，早晨何太，早晨哈，法师宝宝。嗰、那个黑网台无良嘅收到第二张红牌啊，恭喜佢啊，都系由于诶嗰啲。中粉啊，即系睇唔过眼，佢咁样欺凌我哋，所以人哋系嘛，所以系啦，好多人投诉佢嗰个台噶，系啦。我都系多得咁多嘅忠实 fans 嘅支持啊，系啦。早晨。好快喺呢度，啱啱嗰位法师宝宝讲好不在那，喺呢度啦。早晨啊，宝宝，开心系咁笑，我发洗底底先得闲，唔系，佢唔系洗底底，头先我叫佢开晒嗰啲灯光啫。欺凌人行为是错，系啊。早晨，你根本都为咗搵钱都冇道德底线嘅，冇人性嘅，丧尽天良嘅，咁样边得噶？仲有啊，嗰啲咁嘅成班黑网台成班狂徒黑粉啊，嗰啲又打算嚟。即是惡搞我了，又準備即是用那種藉口來誣衊我，來加害我啊！之前我有分享過 有一款、保健品，仍然很好用，對吃了對胃口很好的，是吧？我分享的是吧，帶給人這麼多的好益處，咁我咪即係講咯。咁有啲粉絲寶寶好醒目啦，反正人哋嗰只保健品，人哋都喺個人嘅心中都係一隻好好用嘅嘢嚟噶啦。咁佢啊，係嘛？我嗰日咪讀出係天 X 演嗰啲咧，佢依家又想攞呢個嘢嚟攻擊我啊，亦都想攻擊埋人哋嗰個日七七日嗰個嗰啲嘅公司啊。好卑鄙的啲黑粉啊，所以我话佢哋呢班真系狂徒啊！之前又系由于咁样，又系喺搞到人哋嗰个无国界啊！佢哋联手无国界嚟欺凌我啊！啊，佢依家继续话欺身无国界，继续诬赖我，继续加害我噶，我系嘛？我都会叫我嘅管理员去发信俾无国界噶啦，我就。警告他们，警告那些黑网台黑粉连埋无国界机构来欺凌我的，我问他怎么算好啊，我看他会作出什么的处理，真的简直欺人太甚了。那时我的心意，我自己的善心就想去做这件事，想去见些等自己有条件有能力之时，真的想去做一些小小的事去做啲善事，捐啲善款俾，系嘛？即系有能力之时，系我系必须咁样做啊嘛。佢哋唔系成日喺度迫害我、加害我，系咪？即系唔系呢样又去作出呢样咯，无中生有咯，加我、诬赖我咯，系咪咁卑鄙嘅？所以我唔会放过啲黑网台嘅，佢等住嚟啊！佢第三张红牌仲陆续有嚟啊！何太吃了早饭吗？吃过了，你们呢吃了东西没啊？宝宝，
今朝我食咗粟米啊、芋头啊，又饮咗一碗红枣糖水，红枣同埋腐竹鸡蛋糖水，系啦。我叫我老公蒸一条粟米啊，切开嚟一人一半条咁咯，啊芋头又蒸一半咁样。两公婆食咁啊，又再饮一碗糖水咁样，好饱啦。公道自在人心，系咯系咯。何生早晨啦，早晨。好伯早晨，早晨。何太早晨，我好开心，黑衣收了两张红牌抵死，系啦，佢呢啲系罪有应得嘅咯。我都早讲啦，嘅多行不义必自毙啊嘛。何太有冇睇完昨日的留言呢？睇完啦，睇完啦。我即系落咗播，我仲喺度。用花了半个时间去即一条条看的，是的，有些我还拍低了，是的，我有看的，我看得完都已经过了半个多小时，成四十分钟我才看得完，这么多信息的，是的。何太真的像他们说的早就被警察捉了，是咯，那些无中生有，成人无良，我在迫害我们，又攻击我这人那人，是吗？又哎，真是那些人真是不知道是什么，真是恐怖分子来的咯，是啊，恐怖分子，狂徒啊，恐怖分子啊，那些人物咯，你哋啲人边有好事做得出嘅？其实我早亦都讲过，害人终为己。嗱，我分享我之前喺直播间同所有宝宝分享嗰只保健品食咗对胃口大开噶嘛。我亦都讲过，人冇胃口咧，亦都会导致身体虚弱，嗰啲老人家撑唔落去，先至会结束咗生命。如果可以食翻个胃口咧，系可以延长寿命嘅，因为我知道呢样嘢一定系咁嘅，因为我当初食过。我都试过病人死死一点胃口冇受骨而残噶啦，早五六年，我几乎都撑唔落去。我分享咁好嘅嘢俾咁多人，系咪啊？即系俾广大市民知道系益企地，佢竟然用呢样嘢又想嚟诬量我、加害我啦！佢既俾卑鄙啊，嗰班咁嘅黑网台黑粉啊，所以佢唔接受、唔认同。佢咁样加害我，甚至逼到人哋嗰间嘅厂房，即系嘅药房生产药嘅话钉牌执笠，佢系咁样讲话要人哋钉牌喎，几扑街！咁冇咗嗰只药消失咗，咁我哋将来想食成乜啊？系咪？所以咪害紧佢自己咯，系咪？害紧佢哋自己嘅咋？我早上就同我嘅老公喺度讲啊，吓害人终为己啊！万一佢哋以后嘅十几廿年，你点知发生咩事？或者幾時佢導致佢自己嘅胃口唔開，你又唔識食乜？你起碼聽我講過，我呢只食到會開胃口，你去咁樣做都救咗佢啦。佢所以唔識，即係呢啲唔懂感恩嘅人，反而即係恩將仇報嘅人，佢真係唔會好嘅啲人啊！即係正正好似佢喺利用無國界嚟。一起来联手来加害我们，逼害我们，就是这个原理。我初初我真的是我的善心去给到他们利用这样来害到我。是的，他们真的很卑鄙没有人性的那些这样的黑网台黑粉。各位宝宝早晨啊，何太早晨，早晨何宝何太，我哋知道晒了，系咯系咯，各位宝宝早晨啊，何太好多粉丝支持你，多谢大家粉丝宝宝嘅支持吓。嗱，呢个绝对黑粉啦、啊，系嗰啲卑鄙小人，系加害害人、攻击人啊，佢去搞人。
啊，你投诉乜乜尘啊，啊话如果人哋唔复，企翻我系咪做系咪何生何太做你药品嘅代言人？人哋冇复到佢，佢就话要搞到人哋钉牌喎，你又咁样嘅畜生。我真的希望有朝一日有实力强大的老细出来，真系即系整治佢哋嗰班扑街，真系冇晒天理。这位粉丝说，阿水成日说要收你公屋，叫网友去房屋处投诉你，叫网友去房处投诉你，但已经讲了几个月，又批评房处不做事，又说你身份证伪造，批评入境处不做事，每日追击你。其实曲线批评香港政府不做事，他应该知道煽动群众批评特区政府不作为，分化中港矛盾，都要负上相关的法律责任。虽然他身在英国，深信我国政府相关部门都有办法把他找出来。是啊，是啊，啱，讲得啱。所以这些人成日在这里，即是累这个社会，搞乱这个社会，即是加害緊我哋，迫害緊我哋，就係佢哋嗰班人。我希望執法部門真係要嚴肅去執法。愛河太好白，多謝啊，多謝粉絲寶寶，多謝曬。河太要加油，頂住，正義必勝，黑網台下場一定會好慘，係啦。加油，多謝大家的支持。好吧，今天落看落好精神，是是。他们那些黑网台的黑粉的恶行，他去雷人去搞人，就屈在往我身上推，说我雷死什么什么什么哪个哪个什么什么这样讲话的。所以班正是即系啲咁喪人天良嘅事，佢哋都咁做，佢真係以為冇人收拾到佢哋。唉，真係何太，我喺某網台講了一些撐你的説話之後，即時俾人起底滋擾，真的很可怕。是咯，啲仆街真系好卑鄙噶，嗰啲人渣嚟噶。何太小心说话，会俾人一字一句去扣错词。我知啊，系啊，我讲得出，我都括咗出气噶啦，系嘛？佢系嘛？如果我系乜嘢嘅话，佢边有得我生存到今时今日咧？系啦。我都早讲过唔会向恶势力低头个人噶嘛，系啦，我一定会撑得过去嘅，撑落去嘅，我会反抗嗰啲恶势力嘅吓。我要 check 下睇佢个频道活动平时讲啲乜。佢呢个九年前自杀嘅，佢又喺度咩乱噏风啊？讲就天下无敌，做就无能为力咁样。呢、这个直接对系黑粉啦、啊，黑粉嚟啦，嗰啲系啊，口气在后头，唔使加又。你咪做多啲，再唔收手嘅话，你咪继续做多啲伤天害理嘅事咯，系嘛？
你看有没有人惩治到你们，大把人看不过眼，他们必恶行啦。何太何山，早晨早晨啊 BB。 何太 BB 我来啦，平时要上班看不到你，今天我终于得闲看你啦，真是超级劲挂住你啊，多谢你啊 BB。 今天礼拜放假啦，正义 BB 多谢你啊，谢谢你。这个咪又是黑粉咯，隐藏佢啦。其实无国界都收咗钱嚟抹黑你哋，系咯系咯，应该系。到时我都会出信去问问翻佢系咩事，到底佢竟然去啊，竟然去一齐联手嚟欺凌我哋，你嗰啲咩机构？我个善良俾你哋。去糟蹋，俾你哋去迫害，系我嘅善良善心啊！我当初真系一心系以为系真系会捐款俾佢嘅，俾佢哋咁样嚟迫害我、加害我，系嘛？搞到我个台都要停三个月，系嘛？令我损失几大啊！你哋边个计啊？同我计下呢条数。咁癫嘅，俾嗰啲黑粉去搞，去联手同啲黑粉联手嚟加害我哋。你去死先啦！你就诈骗扑街。何太小心说话，他们捉你措辞，收到。你理得人家是什么朋友还是什么？你管得着吗？你睡醒先啦，回你老母那里先啦，麻烦。扑街你，你这么喜欢管人家闲事，管人家的事情。药屎虫啊，黑粉。何太 BB 不要为啲黑粉而生气，不要俾佢哋影响自己心情。佢哋嗰班扑街一直无聊加害我哋，迫害我哋。佢哋报警恶搞过我哋无数次，报嗰啲全部系假案，流料嚟嘅，搞到我哋走咗唔低于十次，系。警局噶啦，系公安局噶啦，我亦都报咗11次嘅警，报佢哋班扑街嘅恶行，对我哋嘅伤害，对我哋嘅迫害。啊，我真系一共入咗公安局啊、警署啊，加埋真系20几次啊，真系噶。人哋有晒底啊，算噶啦，佢以为走到边啊嘅，走唔到噶。即系丧尽天良。真系冇法惩治得到佢，嗰啲黑粉、黑网台，嗰啲卑劣行为咁恶劣，即系坏事做尽，丧尽天良。何太好吧，早晨讲啲开心嘢，唔好激气，加油！多谢你嘅支持吓，多谢所有粉丝宝宝嘅支持。我看你的眼镜是不是近视眼镜？不是，是啊，防辐射的，即是保护眼睛的。那班这样的扑街狂徒，我连去买一副眼镜都想去加害人家的眼镜铺，多贱啊！你说那些人是贱格啊？那些不是人来的嘛？简直都不是人啊，真的。那是人来的。是吗？这么癫的。鬼节就捉留咗佢入去啫，走甩咗就呢啲，啲鬼嚟嘅。我睇讲得冇错，如果嗰班黑粉讲你犯咗嗰样法那样法，你就唔会安然无恙坐喺度做直播啦。
难道你有特权咩？啱唔啱？咪就系咯，佢哋成日即系捏造嗰啲嘢出嚟，无中生有，成日即系迫害加害我哋。唔知佢哋几时先肯收手？已经呢度长大半年时间，已经害足我哋半年时间。佢哋就嚟收手噶啦，系啦。佢哋喺后台咧就嚟企唔稳噶啦。你哋呢啲真系社会个毒瘤嚟噶，真系害人不浅啊！嗰个咁嘅个乞衣咧，整多个牌俾佢收皮噶啦。何太早晨，加油努力！我喺美国支持你，多谢你啊！早晨啊，多谢你啊，粉丝宝宝，多谢你嘅支持啊！我会加油的。早晨，早晨吓、啊，讲得啱。水哥都是大好青年，希望他懂得应放下时需放下，不要浪费太多时间在网络，在网上追击其他人，回复正体生活，不需要每天半夜起床做直播，努力正常工作，祝水哥前途无限。咪就系咯，我一直以来呢五六个月以来，每一日都喺度，即系奉献佢哋、献儿佢哋嗰啲黑粉、黑网台啊，系咪？冇花啲时间去搞我哋嘛？系应该系嘛？做翻好自己嘅事业，过好自己嘅生活、家庭嘛？吓，丰盛自己嘅人生嘛，打拼自己嘅事业先啱啊！佢哋硬系唔听，硬系话每日系咁样讲话，热就要嚟，就系、是、要令我冇好日子过。就是要害到我一无所有，冇公屋啊，要坐监啊，要瞓街啊，呢啲咁喎，要睇住阿豪生啊，瞓厕所、瞓街咁阴毒噶噃。点解嗰啲人会可以咁人格扭曲？系嘛？呢啲咩人嚟嘅？到底系咪有精神分裂噶？何太好吧，早早啊！所有嘅粉丝宝宝都早啊！你在吐了，我不会再给你吐到什么了的、啊、我即时拉黑你啦。是啊，好吧，我今天放假呀，好吧，今天精神好好呀。嗯，是的、嗯、星期日啊，你都放假，星期日、啊、星期日放假，放圣诞，不是放星期日嘛，是啊，休假休息，休假礼拜嘛。何太在那这么多的苦难岁月里，已磨练到面对黑粉在言在词言上的草辱和攻击，你却能够轻描淡写的带过，非常有大将之风，真的令在下佩服佩服何太，多谢你啊，粉丝宝宝。紫薇有上线吗？我不知道、啊、紫薇还没出现，她可能都要忙，她都开直播、啊、这两天可能我不知道、啊、昨天有一位粉丝在我直播间，她有留言说、啊、她说紫薇今天开现在开直播，我都不知道，我都不知道她说是真的还是假的。老公开点冷气、啊、好热。何太，他们羡慕你分到公屋，又可以不用工作，又能吃喝玩乐，生活得潇洒。已经大半年房钱都冇足，你哋就系冇犯法。系啊，我根本都冇犯规，冇犯法噶吓，任何嗰啲都唔，我唔会犯嗰啲噶。我哋系奉公守法嘅，即系循规蹈矩嘅。系啦，
又是你咪拉咗你咯，又巢皮亲袋，又是你呀，你咪翻屋企先，翻你阿妈嗰度先咯。你冇喺度挑引人啦，黑粉，你做翻你自己嘅事啦。其实真系可以要求无国界赔偿三个月损失，系啊系啊，到时我真系要去研究一下。早上好，何生何太早晨啊，所有宝宝早晨啊，何生何太行得正企得正，唔使怕，系啊，我唔系怕，只系俾佢啲人咁样搞，我觉得人性去到呢一步真系太可悲啦，佢哋。系啦，我只系有啲伤心，呢、这个社会点解会可以有人可以咁样嘅？系啦，何太，我系你巴基斯坦粉丝，几时过嚟玩下？多谢你嘅邀请吓，有机会先啦。个鼻窿大到插一个时间，啲呢啲咁真系废话嚟噶，系嘛？咪一笑自知啊，系咪啊？你点讲人鼻窿，即系咁闲时，你都去，你即系讲一句嘅，真系边有嘢讲咧？咁黑粉啊，佢冇嘢好讲噶。咁搞笑啊！你好好休息啦，系嘛？过好生活啦。你咁简单，你又嚟咁样要俾人一句，你先安乐咩？鼻窿大细又唔系一个鼻，有咩咁好研究咧？系咪老公仔？我所以真系服咗嗰啲嘅，真系好无聊。何太黑网系利用抹黑你嚟搵钱，系啊系啊。佢个鼻窿话一所有黑网台嘅都系咁样噶，抹黑我哋嚟搵钱噶，所以佢哋系不择手段噶，佢搵嗰啲系阴质钱嚟噶。佢各大所有黑网台醒黑啦，但你赚嗰啲阴质钱啊，真系～天最黑尾尾令你一无所有的，真的的，人一定要做好人做好事啊，不要害人。何太好，八九早晨啊，男仔仔吃了早餐没呢？大家吃了早餐没啊？何太不好这么生气，不知道样衰到你衰啊！你嗰啲系嘛，梗系你衰先嘅啦，翻你阿妈嗰度啦。何太，巴基斯坦真系好靓噶，有时间一定要去。巴勒斯坦啊！哦，巴勒斯坦，我唔识嗰啲地方，我最多仲读到巴基斯坦添。是啊，佢各个地区都有佢嘅优势嘅，有佢嘅风景特点嘅，系咪啊？好似我哋嘅首都北京啊，咁好风景，我都未有机会去啊，系啊，因为我唔敢飞啊，唔敢搭飞机啊，我希望系可以搭到火车去嘅添，真系好搞笑咯。要咁飞用乜嘢？两个几小时就飞到咯，系嘛？即系唔够胆，畏高，唔知几时先可以克服。好似我同阿仔仔，阿仔仔要系咁扭计，佢从来唔扭计嘅喎。佢系自从嗰次咧喺学校啊，佢读二年级定系三年级小学嗰次嘅，佢就考到好叻，考到第一名啊嘛。咁学校咪奖励两张飞佢咯。咁佢就要去啦，去迪士尼度玩啦。讲到呢样嘢，嗰啲黑粉啊，又话我乱讲喎，又话唔系事实喎，又话我作出嚟讲我咁样喎。哎呀，嗰啲黑粉啊，佢自己作嘅嗰啲嘢。嗰时阿仔咧要求我，佢从来唔扭计嘅，亦佢从细到大都唔会话要求我去同佢买玩具啊，亦都唔会要我花钱。去坐啲馬仔機動遊戲之類嘅嘢玩嘅，佢係好似扭計喎，佢係都用我陪佢坐嗰啲跳樓機喎，啊真係攞命啊！坐到咧真係嚇暈我，我有畏高噶嘛，我又扮鎮靜哦，我眯住眼當睇唔到，當睇唔到，個心特登咁樣，特登咁樣深呼吸喺度保持個心，即係冇咁刺激，冇咁驚。如果真的一驚啊，我真的分分鐘真係心臟病發都有可能。
系啊，我好惊啊，所以我要保持镇静。讲又啱啦，呢个嗰时冇中俾你计啊。系。唔好嬲啊！唔好。哎呀，佢哋黑粉群又喺度讲喎，又话我作出呢啲嘢讲乜乜乜哦，嗰份人有咩必要讲呢啲大话啫？系咪啊？都系真噶嘛。呢、這个粉丝真系好噶。对上第二行啊，个粉丝讲得好好噶，话你睇。难解何太会发火嘅，正所谓佛都有火呀，永远支持何生何太，多谢你啊，阿平 B B， 多谢你嘅支持下，多谢所有粉丝宝宝嘅支持。对落个行讲得好。唔使嬲，唔使闹粗口，反而中佢哋计。咪就系啦，啱噶。我闹得佢有道理，佢如果系到我中，我都冇计噶，系啦，我都。系啦，我顾唔到咁多啊！佢哋认真系太卑鄙、太恶劣呢啲行为啊！呢个衰人，佢哋实在系暴徒嚟噶嘛！我警都报咗十几次，都仲未拉佢哋嘅。我只系有嗰句讲嗰句啫嘛，咩粗口啊？佢哋都实在系嗰啲行为太恶劣啦，对佢呢个社会造成伤害太大啦，对。对人都伤害到好多好多人企业噶，知道吗？再唔系惩治呢班暴徒，真系唔掂噶。我买副眼镜又去揾只，又想去搞人哋眼镜铺，几扑街啊！我讲个雪糕边个好食，咩形状嘅，又去炒到人哋嘅咩咩名啊！讲个保健药品食到开胃口，又想去教坏人。嗰阵时我善良到我自己都咁困难，都仍然想去。即係去捐啲啲錢出去嘅，當有能力之時咪講咗話，但係會捐邊係邊度啊？哦，又俾佢利用呢一點去搞我，去攻擊我，利用我個善心去搞佢加害我。你話係咁樣嘅嗰啲嘅黑網台啊，嗰啲嘅黑粉啊，嗰班暴徒嚟噶。这些恶行他想这样搞到人，想所有人憎恨我这个好人，他这么卑鄙，你说我再不发声，真是那帮衰人哪会什么的，是不是那有得他得逞，有得他们逍遥快外，他们做了这么多伤天害理，这么样来日日迫害我们，欺凌我们，追击我们，阻挠我的事业发展，你咁样系好严重嘅罪行噶，嗰班人渣魔鬼吓、啊，又话边啲商家揾我卖广告代言咧，又搞人哋；边啲公司同我合作咧，又搞人哋，系咁嘅你话？你话边啲系衰人，边啲系？卑鄙小人，他们这样搞始终搞了一个鳄鱼坛，鳄鱼坛的他们鳄鱼就夹他们这么衰，我都情愿不去，不带给人任何麻烦，自己自力更生，自己创立公司咯，最多是不是、就自己自立门户，就是这样咯，我不想去连累到任何无辜的人，是的，我都想保护到人家，到时我哋自己搞，佢哋搞咪，佢就攞嚟录云定睇相咯。嗰时嘅系啊，我真系想睇下佢哋咁卑鄙，点样去搞我？到时会唔会真系有法律惩治到佢哋？系啊，我就系要等嗰一日啦。系啊，佢咪再唔收手，嘿，好似中两个红牌，恭喜！系啊。你是中了两个，再有一个他就什么了，就收皮了，他拿来衰了，又是人家做，人家懂得看的嘛，谁对不对知道的嘛，那些恶人先告状，他迟早有报应的嘛，我都说了，
佢仲話要我號碼收皮，話收唔到我號碼嘅皮，佢就話鬼姓啊嘛，咁佢又去揾得律師，律師留鬼姓啊，係嘛？佢收嘅咧就咧，係啊，佢壞事做陣嘅都收唔到我嘅皮噶，嚇、啊、我次次令佢失望嘛，嚇佢冇得得逞嘛，雖然係不擇手段去揾到，即係利用傷害我哋揾到嗰啲錢，係咪？他手上有可能有三四百万，是不是？他很快蔓延的。所以人千万不要做亏心事嘛、啊、要对得住自己的良心，对得住人才好嘛、啊、你没有那些善心，没有那些爱心，你不去做善事 都算了，你起码要对得住自己的良心啦，是吧？你连良心都没了，你做什么，有什么资格做人呢，做事呢，是不是？超级坏的黑粉、嗯、他们无中生有，日日来加害我，无聊我们，他们日日在颠倒是非，又又来屈我是颠倒是非，这么贱的那些人，屈人嘛，你拉回你老母那里生过啦，他自己颠倒是非，又 说我们颠倒是非，是人渣的，何太黑衣中两个红牌，你有什么感觉？恭喜佢应得佢咯，恭喜佢咯，系啦，我早就奉劝佢要收手啊嘛，要识好儿子啊嘛，佢硬系唔肯放过我啊嘛，日日嚟追击逼害我哋，系咪？睇下佢最终嘅结局会系点？我就算我一无所有，我都揽住佢同佢啊揽炒噶啦，佢惹我太火啊！即是佛都有火了，打到黑衣水，是的。师K，早晨，何太，早晨啊，师K，粉丝宝宝，各位宝宝早晨啊。澳门的日更和乞衣不要天天做罪业，因果报应丝毫不爽。是啦是啦，我早就讲过是会有因果的，这个世间所有人的行为，所有人做的事都要为自己做的事负责任的，真的走不掉的，你就算逃得过法律的制裁，老天还看着你的，你真系每一个人真系千祈唔好抱着侥幸嘅心哦，又逃过咗一次嘅法律嘅惩治，系嘛？个天啊，你每讲一句话，每一个行为嘅天都睇在眼里噶，真系噶。佢系黑粉，何太几时一脚踢走好白呀？咁佢讲呢啲嘢，啊又话我同美丽乜乜乜系同咩？又问何太点解同美丽同一伙，讲呢啲嘢嘅扑佢街，拉黑佢，拉黑佢啦。但系佢话何太请保持淑女形象咁样啊，我喺度笑，即系系嘛，即系。批评啲黑网台嗰啲黑粉啦、啊，系嘛？
斥罵你哋啊！佢咁樣嚟嚟咁樣講，我一踢入去知道佢係一個超級大嘅即係壞嘅黑粉。我哋係好人，咩叫一夥啊？同得我行嘅人一定係好人，係正能量嘅人，我先同佢行嚇。任何嗰啲人啊，壞人啊，奸詐小人啊，負能量之人係靠唔到我身邊嘅嚇。嗰啲人我真係先會同佢哋撇得好清關係。日日喺度逼害，佢哋搞到我揾唔到一蚊子，仲喺度啫讲我冇资格住公屋，你网红揾咁多钱咁样话，咁样嚟逼害我哋，加害我哋咯。佢哋嗰啲心毒到就唔想我揾到一蚊咯，系嘛？一蚊鸡都唔希望我揾到，佢日日所以加害无力，陷害我哋嘅目的就系咁咯，吓系嘛？又想逼我哋交出嗰间公屋咁样咯，吓呢啲咪逼害咯？我哋有钱仲使你讲死黑粉乜你咁低能噶？啊，我哋有钱自然交出，法国交翻俾政府噶啦，系咪啊？你日日喺度逼害我，你真系不知所为咯！任你好打都有限啦，你一定过得好差好差嘅生活日子啊！同你讲系嘛？如果过得好嘅日子，边有得闲你管嗰啲鸡毛蒜皮嘅事？根本我亦都冇犯契，你做咩成日去逼害我要交公屋出嚟？嗱，我冇资格，嗱，我冇资格住公屋咧。我哋仲俾你害得少啊，俾你害到鸡毛鸭血啦。嗰、那个大台啱啱开通两日盈利，你哋就去加害逼害我，害到我都依家都停咗，一毫子都攞唔出依家，知唔知啊？搞事啦嘛就话，扑街，唔系好人嚟噶啦，死黑粉。仲嚟逼害我要捐钱捐钱喎，几贱格！你忍住口面咗两年啦。咁样加害我，我自己嘅心意，我几时捐我就自己几时捐噶啦，使唔使你哋扑班扑街癫狗嚟逼害啊嚟嘅管我啊？喂，药屎虫啦，药屎啊，冬虫草啊，屎虫系啲冬虫草嚟啊，药屎系嗰啲香蕉嚟啊。唔系我哋啊，由寻晚 TVP。咩仁爱堂筹款见到何生豪睇捐咗300蚊，系唔系你哋啊？唔系，我哋暂时冇呢个能力去做善事啊。冇嘅，我哋冇。我嗰阵时我以为嗰个大豪啦、神嚟咁样开通到，咁有好多粉丝支持我哋，货金俾我哋，咁我谂会谂到明天嘅日子会好过啲啦。我觉得自己有一些稍微改善一下生活，我都已经好知足，我都已经好感恩，我想都代即系。聊表少少心意去做少少善事咁样，就话谂住去捐出去一啲嘅钱去帮人啫。但系由于佢哋班黑粉咁样嚟陷害我，啊搞到嗰啲无国界啦，一齐嚟欺凌我，系咪？有咩办法啫？系咪啊？嗰啲钱都攞唔到，啊一毫子都攞唔到。上咗嘅黑粉台嗰啲嘢嘛。系啊，我真系会考虑去追讨嗰啲嘅。黑网台啊，指使人去搞我，同埋无国界呢个咁样嘅一个大机构，都揞住眼睛嘅，唔睁开眼睇事实嘅真相嘅，盲嘅，一齐嚟欺凌我哋嘅，系啦，大人我一定会讨翻公道噶。佢嗰啲盲公，你咪继续同嗰啲黑粉嚟一齐陷害我哋，逼害我哋咯，系啊，我唔会惊佢哋噶。佢跌咗你盲公福啊嘛！太子妹妹有开直播呀，他们乱作哦，系啊，咁我唔知道，可能子妹呢两日唔得闲咧，我真系信佢，以为啊加拿大嗰个阿子妹开咗直播添，原来嗰啲扑街黑粉成日屈嗰个美丽系阿子妹啊，佢见阿美丽话寻日开直播，佢就咁样嚟，只得又戳我啊，又所以又去讲我承认咗咩啊？我话答咗
阿紫薇在开直播，说我还祝她、开直播成功越来越好。我是有广告啊，但是我不知道是阿美丽开呢，他们可以这么萌崩崩这样来作的，是吧？这样来强词夺理的。最最厉害的东西啦，强词夺理啊，讲的东西啦，没一个是真的。好吧，何太，你们吃了早餐没？吃了，你呢？静怡，你吃了没？老公，你还没去食堂水啊，你去吃吧。我没吃，不吃。冻了一阵又要跟你煲嘢。吃冻的还好吃。吃冻的还好吃。乞衣不喜欢美丽，不是因为她肥，她喜欢现在女友，也都不是因为她肥。佢系因为佢有屋有外国护照哦，系咯，讲到佢嗰条女，佢早十年做嗰啲节目都日日同人哋讲性爱啲嘢啦，点样搞嘢啲嘢喎，佢对呢方面真系好有经验。可能佢条女真系嗰时唔知服侍咗几多男人啊，真系。何太，佢哋同佢哋。聘个拿钱出来请律师，会想下的，会有这方面的行动的。何太几时跟我们粉丝去喝茶？哦，以后有机会先啦，多谢你先啊，真是过分，支持你们啦，拿法律来证明清白，告他们。是啊是啊，只是有这部的行动。何太冤家宜解不宜结，多个朋友好过多个敌人，不宜主动和无良及人间。广和咩？广和求和超，佢躝远啲啦！呢个咪黑呢个衰人，点解同佢讲和啊？啲卑鄙小人讲咩和啊？广和，佢哋同我道歉，可能我会原谅佢哋。两个都一等衰人，我系同佢广和求佢和解啊！即系你呢个到底系黑粉定系中粉啊？黑粉啊！求得你咁样，佢即系佢特等衰人嚟噶嘛？哦，佢日日喺度偷料嘅，又成日会问我告会唔会告边个边个啊咁样嘅。嗯，偷料咯。系啊，啲黑粉嚟噶嘛。到时候我嗰督早讲咗，佢哋要适可而止，要收手，及早收手，继续害我哋落去，我一定会反击嘅嘛。一定报佢七彩啊！呢啲系唔使问、唔使审噶嘛？系啦，人哋大家咁多嘅个观众啊、听众都听睇到晒啲衰嘢噶啦。日日想我减少直播嘅扑街。系啊，我都系落咗十几次报警啊，系报案啦。啊，佢哋又恐吓我啊，话咩何太咩？佢哋喺屯门警署咩受理无良。嘅律师信啊，你依家只会讲多错多，对你越不利，最好减少直播咁。佢哋所有嘅恶行咁样追击我哋、诬蔑我哋、加害我哋，全部都系唔希望我出镜，唔希望我直播啫。我早就讲过啦，早五个月前都讲过啦，我唔会向恶势力低头嘅，知唔知啊？佢哋点有乜权管我哋直播咧？佢有乜权咧？我拉黑你先，费事留你喺度。有乜权？佢哋衰人衰嘢报衰人。你呢啲人喺我嘅圈子，喺我正能量圈子，我唔欢迎你嘅。系啦，唔好你嘅。只会咩夜长梦多啊，系啊，依家唔可以再咁善良啊，系嘛？觉得你唔适宜入我圈子，我就即时删除就算啦。何生的个性甚似我二哥，我称佢为牛精老二。佢边有佢牛精啊？佢不过佢同我一样嘅，佢善良系真系好善良嘅。啊，该拿七
要对抗敌人的黑人真的是很勇敢的，是的，他真的所以很像我的性格，宝宝，阿平，宝宝。黑兜水，黑衣水不怕肥，咪最紧要有利用价值。哦，佢嗰条死人垃圾铺有乜鬼利用价值啊？大不了咪真系贪佢嗰个外国护照或做工厂噶噃。我初初以为佢系咩大牌人马添，哎哟！所以佢啲人讲嘢一听知道佢系冇福气嘅人，所以原来哎呀先得知佢话做工厂嘅人，所以仲日日仲喺度牙刷刷风言风语，系嘛？仲冇一啲收敛，仲成日去讽刺人啊，讲嗰啲说话啊，又做工厂，仲伤人。佢话做工厂，我以为佢开个厂添，原来佢系话后屘讲嗰下佢话打份工噶噃，啊，佢话做工厂，我真系以为好似我哋。內地人咁講做工廠，意思真係開廠咯。自己開廠啊！係啊，係嘛？自己開廠咪講做工廠，我以為佢真係一個老闆娘嚟嘅添喎，係嘛？原來佢係打工仔咯，打工仔佢竟然可以都猖狂到咁咯嚇！佢嗰條腦啊咁癲啊，咁有反社會人格，係一個。社会的毒瘤来的，都不好好劝告劝谕他们一下，还去跟他们夹埋来一起来欺凌我们，是不是这么癫的？所以这些女人是什么好女人？她只会你不过是啊，有什么臭鞍七臭草啊，什么鞍又配什么贵啊，没计了，同游程我免得教识东西，同游程就是同游程，她这样的卑鄙行为，她那条路佢唔好好獻兒，獻兒佢都起碼有啲積福啦。佢都唔會遭受到我真係咁憎佢啦，係咪啊？佢唔係喎，佢仲喺嗰度苦上加油，係啊，做佢啊，做佢啊，係啊，咁噶噃，係啦，係啦。所以我睇一測嗰啲女人，絕對冇一丁點福氣嘅。佢遲早兩公婆佢哋躝攤，見到佢哋坐監啊！水问阿男仔仔你好认识佢哦？何太几时去揾律师告无国界医生？系啊，我迟啲要同佢沟通过先。佢再继续同嗰啲黑粉嚟欺凌我，嚟污蔑我，加害我，我一定揾律师告佢，告佢个慈善机构。俾人嗰啲黑粉台冚住对眼。做啲傷天害理嘅事，呢個黑花黑粉就係佢啊！成日約我去咩塔利班，話咩去探佢嗰、那個，人哋都講我知佢玩嗰個係黑粉嚟嘅，黑粉嚟㗎嘛，遲嚟做佢拉黑做佢，一早我知㗎啦，費事俾佢喺度夜長夢多，費事招惹嗰啲卑鄙人。何太已食早餐了，多谢你关心，继续收听支持你们，多谢你的支持啊，男仔仔。早晨啊，小飞。何太，你在香港吗？我在深圳啊，系啊，冇喺香港啊。嗯，咪嗰日我都讲咗嗰日，系啦，嗰日喺酒楼嗰位粉丝姐姐，佢话。请我们去大会堂听歌曲那些戏飞啊，那些我们花那些我们不行了。是啊，我也有说我的车是四点钟的车飞啊，我要回深圳啊，我还说多谢他啊。是的。是的，他很好啊。所以那天就回来做了。是的。佢要留香港，似你啲事啫，星罗啫。我哋多数都喺
依家多少都喺內地住嘅。係啊。何生對眼好犀利啊！隔咁遠都睇得咁清楚，好嘢！多謝粉絲寶寶嘅心心客，多謝你哋，俾咗好多心心我啦。和仔仔去哪間遊樂場玩跳樓機啊？迪士尼啊，迪士尼啊，係啦。他們那些黑粉不信我說的話嘛，經常又去屈我，說我說大話。哎呀，真是何必呢？為什麼他們要這樣緊張呢？搞到他自己這麼緊張，其實是很閒的一件事，而且我說的都是真的，真知道沒有那麼真的真話，經常又屈我說我說大話，真是服了他們。是啊，迪士尼我都 是只有那一次仔仔學校即獎勵兩張飛，我才有機會入到去。是啊，海洋公園那時候仔仔四歲，我們就是花錢遊戲玩了一次的。海洋公園我早就去過了，後來仔仔讀三年級拿到那些獎即獎學券咯，即獎勵那兩條飛兩張飛去玩的咯。講到我仔仔啊，好年啊，佢讀一年級，佢唔適應，佢好差嘅喎，佢真係唔合格嘅喎考試。後屘我俾佢補習社補咗三個月補習，哇！佢成績好好啦喎，係啦，佢咧就變成係咯。三年級定係二年級已經開始好好，之後都小學啊、中學都好好。不過佢英文、中文始終都唔好。佢係小學先啦，好啫嘛。有量得 OK 噶啦。咁咧，我仔都唔知做乜，都唔知點解，係佢係補咗個三個月，佢從此之後佢都唔肯去再唔再去補習社，可能補習社好嚴格。係啊。佢雖然係真係補到，對佢真係有幫助嘅，啲成績真係會提升好多嘅，係啦。佢可能佢又想自由啲，嚴格啲。可能嚴格到佢咧，佢都驚咗。佢之後佢咁多年都死都唔肯去補習，我都明知佢嘅英文好差嘅一直嘛，係啦。哎呀，啱翻一年級小學，見佢真係好練，啲科科就差到咩咁。後屘俾佢哇，一去一個補習就搞到第一名，咁啊咪有獎勵嗰啲飛佢咯。真係好驚險喎！初初咁差，後屘又第一名，真係好似過山車咁咯。係啊。我又想帶我仔仔去玩哦，去啊去啊，系啊。早晨，早晨啊，各位粉絲寶寶，好睇好吧？早晨，我係打仔，咩打仔係咩意思啊？啊，講到打仔，我同大家分享，差唔多一個鐘要落播啦。我琴晚夜間咧又發咗一個咁樣嘅夢喎，有一個。唔講啊！梗冇啦，講啦！我今日講你唔好，反正你又話唔敢生啦。你話依家你我哋咁艱難，即係俾人逼害成日，即係好似走難咁，你都話唔想帶一個細路仔，話我辛苦。又知咩咬高球噶啦？嗰啲黑粉佢冇嘢。我分享一下有乜所謂咧？冇啰嗦啦。啰嗦一陣又多嚿嘢俾人咬住。我有分數噶。佢中意咬咪咬咯，得啦，就跟你啦，就跟你。你都话俾黑粉搞到我哋，即系依家都好似要逃难咁样，日日佢哋拣我哋住咩地址，抄到我哋住咩地址，佢哋就去报警去诬赖我哋，报假案咁样嘅。我随得你啦。我老公就明知我讲出嚟都话系。好像觀音送子咁，佢都唔夠膽同我生，係啊，
我昨天做一个梦咯，一个即都是小孩的，抱住一个婴儿 BB 啦，咁佢咧就失手跌落地，我就搏命咁样去将个小孩接住抱，抱喺嗰、那个抱喺自己嘅身，一接咁我个手来唔切保护佢嘅头啦，因为凑婴儿要即系要承自己头，就唔使个颈又唔会受伤啊嘛，我嗰一接过我手，我都惊个 B B 系咪会崴亲颈，系咪会戳到颈，会担心啊。后尾咧，嗰、那个小孩俾嗰个 B B 我，佢又消失咗喎，佢又唔要咗个 B B 喎，咁佢交俾我喎，咁我咪抱住个 B B 小心翼翼咁咯，见个 B B 又好似好肚饿，好乜嘢咁，咁我咪即时俾啲食物。佢喺个口度搣碎碎俾佢食，俾佢食，佢又食喎。犯呢啲梦哦，咁我老公又话，以前啲人又话，又话观音啊会派一个化身诶，即系去送一个仔俾，即系啲叫做观音送子啊。系啦，我又咁讲唔定我哋会埋人喎，咁啊，我哋会唔会埋人噶？会唔会真系会有一个我哋 B B 啊咁嘢？而家困难时候，系啊，佢就话依家我哋咁困难，俾啲黑粉围到，即系到处奔跑嘅，咁诶冇喎，你咁样好辛苦，佢都咁样。你带住个肚点走啊？所以佢都要同我避人噶，系啦，佢都唔够胆生啊。系啊，我都仲满心欢喜啊，会唔会真系埋到嘅咧？真系发咗一个咁样嘅梦。未有时候知啊。等日子到生活好过啲先。你带住个刀点挨啊？点走啊？俾个黑粉嚟追击。系。所以真系好凄凉。嗯，系啦，我嘅意思就咁啫。唉，我啲好心人嚟噶嘛。粉丝宝宝再开多五分钟吓，五分钟我哋就落播啦。我啱啱分享。做呢个梦嘅，系啊，寻夜执一个婴儿 B B 啊，系啊，哇，嗰个小孩都系小童嚟嘅，佢系啦，佢好似失手咁，反而佢即系抌个 B B 出嚟，咁我又拼命起接住个 B B 咯，咁咯，系啊，保护个 B B 咯。咁你做善心啫。系啊，我俾个头冚落地。系啊，我啊一接我啊喺嗰个即系冲击嘅时候，我又保护唔到，冇托自己嘅头嘛，我惊死嘅，会唔会扭亲个颈仔啊咁样？系啊。后屘我抱喺个手度，我咧真系小心翼翼，我又喂嘢嘅，啲食物又搣得碎碎先俾佢咁样啊 ，B B 掉掉咁慢慢食，好得意啊，梦到哎呀。夢境去喂 B B 我就唔好啦。我而家艱難時候，我唔適宜咩啦，遲下先啦。唔係話熱啊，觀音嘅意啊，唔係啊，即係我哋嘅。唔係，但係你次次都同我好似避人咁嘅咧。梗係啦。原来今日先至讲出真话，话唔想我咁辛苦，成日我哋都俾人咁样搞法，系嘛？即系真话啫，系咯。我唔系自私嗰啲。直到今日你先同我讲出真话咯，我真系一直咁多个月都期待紧啊，以为真系自己卖唔到定系点，原来你都做弊人，你个死人佬。我唔系咁自私嘅人嚟噶，得你辛苦咁样边得咧？我真系好天真嘅，有时你啊，真系我个人系咁嘅，辛苦死你咩？我仲日日话神嘅自然，神嘅自然，原来你唔肯生，原来你即系担心未来嘅日子，依家都未系嘛，都过得咁困境嘅。系啦，啊，咁而家你明白我心理得啦，唔好再怪我啊！系你唔讲，我边有介你啊？咁你讲清楚咪得咯？而家讲清楚啦。何太今日好美，多谢你啊，粉丝宝宝。
谢晒你哋。男仔仔讲小飞走，未有。哦，太好吧，早晨，早晨啊。无良黑衣下面心抛尘，你嘅生涯知都系佢嘅事啦。如果两个都有目的呢？是的，那个垃圾婆他都有目的的嘛，他知道他找，就是踩着我们找了接近，就是400万左右啦，三至四百万左右，人家当然有目的。是的，我相信那个乞衣啊，没有楼，没有事业，也都不是一个什么成功人物，是吗？我冇睇好佢啊，系嘛？个女啊，肯定会到时啊，岂有得岂受啊？系啊，佢凭乜嘢沟人哋咁靓女啊？系咪啊？系啊，佢哋咪两个有目的咯。如果我系男人，我一定打拼好自己嘅事业，起码有层楼先，再揾女人。嗰陣時個女人或者會對你真係會即係有信心，會傍住你一世，係咪？咁冇樓冇一啲嘢都冇，冇樓冇車冇事業，佢由中國死人頭起拍到。咁而家佢有把佢有把出口啊嘛。唉，佢咪玩玩下，又咪過眼雲煙。有把出口啊！係啊，因為佢嗰條女又後生又靚，係咪？咁人哋啊，边会咁早就对佢死心塌地噶？系嘛，佢冇米傻啦，嗰、那个乞衣啊，我话俾你知啊，不妨你就适合去揾一个咩啊，几岁、六十几岁，佢都冇问题。系啦，你又最中意得到嗰啲多爱啲，系咪？嗰啲为你多付出啲，起码要保一字。即是不择手段找回来的三四百万啦，保得住啦，是不是？即是我看走走啊，粉丝宝宝。好啦，各位粉丝宝宝，是时候要落播先啦，我们明天再见啦，多谢大家的支持和陪伴。多谢大家，拜拜拜拜。